好，各位阁员议员，嗯，尽快就座哈。好，我们继续开始上课哈。好，请大家用掌声欢迎，哎、谢谢。各位台员，大家好。好<了>哎，休困五分钟，精神应该会较好啊，充电一下哈。哎，来，咱往下面的题目来讨论哈。 静心独处时，常反省自己的过失；与人闲谈时，不要谈论、谈断、断、论断他人的慧是非。即马拢时间讲吼，喝咖啡怎么样？所以吼，咱台湾吼国家足无奈，所以就是只有喝咖啡。 谈是非，但是我们是官员，咱没那个美国时间很浪费，所以我们喝咖啡要谈国事、谈正事。但是闲了的时候，咱进行反省自己。咱那点点不带志的就是要反省，你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。 啊！你啥物时阵做了对，啊对答做了较无理想，所以要定定检讨家己。与人闲谈的时，甲人讨论的时阵，莫去讲别人的是非，所以这足重要。讲是非伫咱内底会引起对立，而且会不团结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？ 我们不要去谈是非，哪怕喝咖啡也不要谈是非，对不对？对所以这股吼，我们不适用，对吧？咱家大家都大官员呐，不需要谈是非，但是我们要有建设性的议题，我们要讨论国事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无知的热心犹如在。 暗中奔向远方，就是讲吼，诶、欸，你若是无知的热心，就是讲安呐，给不给不了，太济啦，给不了，太济，毋是像我即种的，诶、欸，这个意思不是像我安尼热心呐，就是讲不在其位不谋其事，咱我当官的人呐、啊。 你不要在那个位置，你无伫迄个位置，你不要去行使你的权利。安尼敢知影？足侪人吼，哎、欸，我发现我,我比喻啦。啊，我即麦牵，酒店袂歹骂句诶。啊，我酒店无伫诶，我替伊发号施令。哎、欸，我讲的就算，我讲的着牵，酒店相共。啊，其实他不是酒店啊。 所以不在其位，不谋其事，迄就是未讲无知的热心呐、啊。无知的热心，你就是讲，无该做嘅工课，你去教人做，啊做起来，别人看的不对眼，就是讲你也是有长嘛，你发号什么指令，我不服气嘛，这样也会引起别人的不满，所以就会像这样犹如在黑暗中。 分到很远地去，都、就是会家己受到批评的意思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你若毋是你的工课，你要工作，也是要别人要同意，或是你要适当去行使。哦，我若像讲伫遮，啊，你秘书长无在，啊，人要问秘书长的代志，你讲免，我甲你讲就对啊。 这样的不对呢，不一定人必须定，唔是安尼意思。所以不在其位，不谋其事。你是啥物职位，你做啥工作，你不要越职，也不要越权。这最重要，对不对？嗯、啊，为人作过傲，对唔对？哦，啊，我的朋友，这个做大，这个是阮朋友啊，我着替伊讲讲个就好，安尼敢会使？所以，咱是朋友是朋友，职位是。 因为要分明，所以袂使引起别人的不满。真正的知识的，真正有知识的人谦虚谨慎，只有无知的人才会冒昧武断。这著是讲，即、这个人若有知识，伊袂伊袂去做骄傲。嘿，真正有学问的人，嘿，要就做两下做假。 就是人喺讲猪仔吼，甲咱半水的尔，迄无吼，无百米的迄无，我拢弱弱，对毋对？啊若迄百水的拢安尼动落去吼，所以讲，迄半桶的迄啊吼，人讲迄半桶的拢足计较的吼，啊若一桶的拢袂啦，袂，逐个拢足谦虚个，很谨慎。啊你若是讲无知的人吼，拢足冒昧，拢足计较的，对毋对？ 吼，像我这练歌安尼，我搁练袂会呢。啊，我毋是讲，人讲教学教学，我在教我就是在学呢。吼、哦，毋是讲我着足牛，我甲您讲我着拢做会到吼。也许我有很多地方还没做到吼，所以讲要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警惕自己，警惕别人，咱逐个共同来改进，来就是讲勇气。 来自于谨慎，但鲁莽则出于愚蠢和臆测。咱若是有勇气来的时阵，吼，毋是讲迄个勇气摕伫安尼直接了断安尼，倒、就是一定。你若是有勇气，嘛是爱心中安尼意思。你做心中会来做勇气，才不会有错误。啊，搁再讲呢，你若是 足冲明诶人吼，拢毋是足巧。足冲明诶人，就是头壳无好，对唔对？佮家己无法度控制家己啦，啊伊嘛无法度预测到即个事情，所以讲咱一定爱学有有头壳诶人，所以有勇气才来用。咱若毋捌，袂使讲直接去。 判断事情，还是去直接了断去讲代志，安尼就是会错误啦。啊，在一切事物里、事业里，都需要聪明有智慧的人。包括咱这个大事业体，咱是一个国家噶政府，咱更加这足大的事业对唔对？都需要聪明有智慧。只有聪明也没有用哦、喔。 一定要加上智慧。智慧是什么？知识是你去读作这，去研究作这，那个叫做聪明啊！吼，那么智慧是与生俱来的哦、喔，吼，是伊的经验体验。然后有的是本来都一样哎，嘿，为了讲知识，过那谁拢学过啊？但是智慧叫做 ZQ 啊，它也不是 A。 E Q 也不是 A Q，拢总毋是叫 Z Q，Z Q 是直接判断，判断叫 Z Q，就是有智慧的人，像咱遮直接当判断讲：哎、欸，这个台湾民政府真的可以拿到政权，然后咱遮人有法度教咱台湾带领一个健康、平安、快乐的一个国度去。所以咱遮就是拢。 有智慧的人对不对？哎、嗯，不听智者劝哈，不听老者言，后悔哈，悔恨就在眼前。那就是讲啊，古早人的话啦，古早人讲的话拢做对哈。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对不对？所以讲，有时咱若做代志。 啊！人若敢建议，若老人讲的经验啊，咱爱加兼听。咱袂使讲啊！你这拢过时啊！迄、那个道德、甲伦理道德、品德，敢无迄个过时的有无？伦理道德品格，敢无迄个过时的？没有过时嘛？什么时候都要遵守，只要是人伦理道德品格一定要端正。咱著是讲老人讲的话。 人因是经验过、印证过，所以咱爱加鉴甲听。你无爱听，一定会吃亏上当哦、喔，吼，所以讲，即句是足重要。人生要活得有意义，活得有价值。所以讲呢，咱呢有童心啊，吼，讲、欸，诶啊，咱家吼，后摆啊，咱家百二会，啊，秘书长是毋是？ 爱准备一支国旗，予咱插呢，吼，安尼偌好，你敢知？吼，大家有准备要安尼无？百二岁个时阵吼，希望咱中央送咱一支国旗，予咱做陪。安尼去天国，好毋好？所以吼，死得非常有价值。所以呢，咱吼，若是讲会当做着好代志，咱活咧，咱做这拢有意义个代志。 国而且呢，咱个话三四人，几世人拢拄袂到呢吼。恁若几世人敢会拄啊好拄啊台湾要建国，想慢嘛无法度啊想紧嘛无法度。对毋对？咱家拄会到还是有够无福气，对毋对？所以吼，我们做这个事情呐、啊，咱即嘛，为民政府来拍拼是，非常有意义。 个非常有功德个啊，吼，所以呢，将来我莫讲将来啦，干那我这参加三年半来吼，我万连想我这啊呢，拢诶、欸、台湾民政府呢，啊，以前是合做妇女联合总部，有时候我是替中央接的吼，咱个童心呐、啊，迄那去先去报道、那个迄吼，我拢已经有迄台湾民政府个、啊。 伊的即、這个祝好啊尼吼，莫讲咱啦，后摆啊，咱毋是要安尼尔对唔对？我拢讲准备一支美国国旗，予咱做配，安尼咱就共赢吼，对唔对？吼、哦。如果一个人想到自己，那么他的一生非常孤独无依，所以，哎、欸，自己。 孤独无依而已哈。我们当一个官员呐、啊，咱只嘛就是讲啊，我常常讲一句话：你如果把你所有的利益都想到自己，那么你在家里做家长就好，安尼有利无？咱哪有咱的东西嘛，只嘛吼，哪什么利益拢无想到，别人，拢只家己要爱迄个吼、喔。 你要不要请他回去当家长就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是大家长哦，我们是国家的栋梁嘞。我们要想到的是人民比我们重要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以后才想到自己。那必须得长想到咱安尼是对啦，啊，咱家己都想家己安尼未通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呢。 我们要想到人民有什么疾苦，需要我们这里服务，需要我们去改革。咱最重要的就是许、那个，袂使囡仔拢想家己吼、哦，想家己的做家长就好啊吼、哦。来，贫穷的人希望得到一点东西，那么奢侈的人呢、啊，希望得到的是许多东西。哎、啊，诶足贪心的人吼、哦。 著是希望得到一切东西，这是比喻一个人他的心态。你若足善的人吼，哎、欸，咱的秘书长拢讲，哎哟，啊，迄若连钱我拢无法度，啊，连交钱上课拢无，啊，迄来我看拢会贪污。我秘书长无一定会啦，为善良人吼，足有骨气的呢，对毋对？吼、嗯哦，啊，就是讲啊，为人。 为让阿做好业，啊，惶惶长条拄啊，发生代志的时，身上也没钱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那个贫穷的人，伊是讲我多一点点就够了啊，啊，你若迄贪心的人讲，我要有许多咧，所以讲，人讲吼，迄迄迄若贪心的人讲，大我拢要爱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这個要讲啥物道理，在我们。 执政当中，我们每一个的职位，像我吼，我老实跟您讲，我真正袂贪心啦，因为我无欠足济啦，我善良人的囝吼，我善良關係關係了惯事惯事啊啦，要相信无？<對>因为我足欠的啦，我也袂学袂开啊，我衫裤即马即领上贵，无我同领拢一百到两百箍，三百箍尔，啊我穿的是身躯五百箍嘛足水点对？對 <laughs> 哦。 所以我无爱做大官，大官爱会当领作济，啊，大官爱足艰苦个无？压力会不会很重？自己如果做不来，你要领很多，要做很高，所以你要衡量自己吼。我们要一点点，还要许多，还是你是要一切一切去做上大的，对不对？来对中央做上大的，但是你要有能耐呢、欸。 对无，你遐做会来，毋通要占足大啊！到时漏亏安尼，颠倒歹势，对毋对？所以我无爱，我做剪刀，我无爱做官呢、欸。吼、哦，对毋对？我若领红做所尾倒啊，我毋免一定掷财产呢、欸，对毋对？吼、哦，所以遐带袂去嘛，吼、哦、有够用就好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啊应该有的拢会来，无应该有的你来嘛，记袂牢嘛，对毋对？这是一个道理。 真正诶，代志啦，吼来，我要求别人诚实，自己就得诚实。就是讲，咱诶不熟同事，拢种共款，你要求别人安尼，你自己有没有这样子？吼，这嘛做定哦。像我伫遮讲，我若无安尼，你嘛是会使甲我甲我警惕一下，讲，哎、欸，会店你们讲噶，足好诶，啊，你才会安尼，啊，我就会马上改。也许有时候。 咱所有的动作还是语言，有时也无都好嘛，吼、哦。因为我们都不是圣人，咱也们是神啊，拢是人嘛，吼、哦。但是时时警惕自己，学习还有改过自己，吼、哦，来，就是讲要求别人，就要要求家己。被认为生活中最有价值的之物，艺术应该是教人要。 宽容啦、啊，就是讲在生活当中的意思。咱人吼，不是实实板板的过日子。所以讲，咱台湾即码足可怜的，敢若拼三等著拼甲面色拢泛乌啊吼！啊，每一个人吼，嘴皮我甲看拢几巴嘞，要笑嘛笑袂出来，对毋对？那是来自于哪里？但是现在以后，我们就是要改进。 你一定要过这人要过的日子，咱一定要有精神粮食，安尼意思吼，人的生活毋是死死板板，啊飯飯，着食饭煮饭，食饭煮饭，食饭煮饭，不是这样子吼，我们在文化、艺术方面、音乐方面，还是情趣方面，啊，两个阿仔某嘛，拄着话讲笑一个，安尼嘛是艺术嘛，对无？ 啊，无拄着啊！小猫一个嘛，好笑好笑嘛，对毋对？有迄个一个面顶啊，叫我龟巴安尼安尼生活起足无聊个、啊，对毋对？啊，毋是看闲书带做伙啊啦，对毋对？吼、oh,！所以讲，生活在艺术当中，每一个情趣，逐个拢要去把它这样子过得才会快乐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人阮，人阮我囝，阮拢有培养呢。我讲，哎、欸，拜托，拿出去毋好叫我阿姨哦。 伊讲我知道，叫你姐姐。吼吼吼！”我讲啊，你掉掉掉，你比我卡跳。那、哦、就是讲，一家人一定要和睦，一定要有生气，要有快乐。那么一个人培养真呢？我们的影响整个台湾对不对？所以生活当中一定要有情情袂使安尼哎，板一个人吼，啊，一个做老爸做翁阿讲：“哇、哦，我拢真大安尼吼，哎哟！ 买遐大安尼嘛，靠规矩对唔对？吼、喔，所以讲一定要有意识的这种生活，应该教人宽容。啊，即、這个艺术宽容就是嘛是一种诶艺术嘛。你有啥物代志，你甲讲倒边。哦、喔，咱即马咱台湾上届宽容诶，哪哪，啊哪讲破案拢讲岁岁平安嘛。啊，你若讲，哎哟，你是安怎？啊，是安安尼讲讲歹。 安尼有较好听，啊嘛是顾袂起来，你甲斗斗诶嘛是无效啊嘛。啊，你著甲讲岁岁平安，大家听起来都很快乐，对毋？对？啊，囡仔吼，为歹物件，搁嗲起来讲呢。啊，讲起，迄囡仔搁歹去,去,去啊，我著歹去啊，搁囡仔搁甲讲哦歹去啊，敢对？吼，所以讲一定要有意思，毋是刁工诶都不能责怪。你要看所有的人，如果不是故意的。 都可以宽容，安尼意思。好、哦，为人是无拄好诶，也是无想着诶，我们都要原谅他。啊，你若怪来怪去，怪来怪去，吼、哦。啊，两个逐个腹肚内底拢总去，啊，面拢臭干干，安尼敢会好过日子？无好嘛，吼、哦！尤其我们是同事，吼、哦，著、就是一定要包容，吼、哦，宽容于别人。 懂得原谅别人，就讲较有度量的啊，莫老是计较安尼啦吼。人若做毋对嘛，该原谅无要紧吼，家己会歹势吼，毋免咱搁甲讲。因为我们自己会做错事，所以更要原谅他人的原谅。咱家己嘛會,会做毋对嘛，啊如果别人做毋对，你免甲见怪。你若家己做毋对，伊嘛会原谅你啊。 所以大家互相，然后要鼓励对方改进就可以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妈要嫌来嫌去，你找我的麻烦，我找你的麻烦，啊，一天搭来搭去，敢要有时间做国事？无啊嘛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不要很无聊，噶别人小小的过错，叫来揭疮疤，吼、哦，揭疮疤没有用，我们一定要有原谅别人的原谅，如果。 在我们执政之前呐、啊，那更重要，莫伊嫌伊嫌伊逐个拢嫌着，啊，拄啊你家己上好，吼，啊，逐个拢感觉无一个好，啊，著、就是家己上好，安尼袂使吼。在顺境当中要节制，在逆境当中要谨慎，因为吼咱即马是一个大家庭，等你来诶时阵呢。 我们以前都过着小家庭生活，小家庭三五个都足济代志啊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啊，你或者代志高会愈济嘛？吼、哦，那么代志济，咱嘛是讲顺顺咧代志时阵拢无要紧，但是咱若拄着有代志嘅时阵嘛，逆境的时候啊，不如意的时候啊，十之八九，对不对？ 但一定要谨慎，谨慎怎么样？就是处理事情一定要方法要对，方法不对，就是互相两个都会长期两个对立，所以讲一定要谨慎去处理事情，哦，来。 帮助一个坏人，会伤害很多好人，对不对？如果咱起码做这呢吼、哦，如果对方是错的，你一直让去挺伊，挺这个人做假，非常越来越坏，会害做济好人无？所以咱绝对，我们的人群当中有不对劲的。 不正常的，我们要适得其反，然后让爱机会教育，然后我们要好心劝导。无，你一直甲保，一直甲顺伊，伊愈做愈歹。尤其我们职位高的人哦、喔，影响更多。安尼咱一个民政府是毋是拢发歹了了？哪怕组长也好，有他不正常的地方。 我们也要好心来劝导，然后咱麦讲一定讲伊毋对话讲，哦安尼钓钓钓，你足敖，啊足敖都敖到下底死了了安尼甘好，对毋对？下底吼无半个要做，你的副州长安尼甘好，吼、哦，所以迄比喻啦吼、哦，所以讲做愈大个人，若做毋对，咱嘛袂使讲吼昧着良心去抱伊啦，拢搁较恶咯，啊咱是袂使当众解伊。 吐槽啦，也袂使予伊无面子。但是私教，我们可以跟他劝导，讲啊，安尼个性较无啥理想吼、哦，有很多人会反映，这样，大家不认同吼、哦，让他能够改过吼、哦。所以讲，一定不能去帮助坏人，会伤着足济好人。一寡好人好啊，要做拢互你去做到啊。安尼敢成，我们尤其我们台湾民政府里面的官员啊，啊一个只要派。 啊，村里拢无爱做工，好啊，阮拢退退，啊，拢和你家己做。迄著是讲安尼迄著是讲安尼种个意气用事啊。我们是爱当真，我们是在做政府官员呢。袂当讲伫遐怄气讲哦，安尼耍脾气说，好啊，拢你去做，倒啊，阮拢莫做。迄，袂使安尼，我们不是在扮家家酒哦、喔，吼，我们是当真咯，吼，要执政咯，吼。所以讲有这个情况。 我们一定要私底下沟通，让他来改进。袂当去抱一个好人讲，你安尼，逐、啊、项做拢总对啊，拢总对就歪了了啊！吼，啊，就去了了啊！吼，说话随便的人，便是没有责任的人。就是讲，讲话恶，讲讲诶，轻彩讲讲诶，迄就是无负责任诶。所以，咱即啊做一个官员吼，讲话一定要慎重。 绝对讲吼，讲一言碎碎出有无？啊，四只马啊，讲难追嘛吼，吼一句话讲出来，就是袂使阁收回。所以呢，咱一定讲话要注意。所以讲呢，人每一个人伊嘅人格，看外表就是穿身躯，一身躯安尼尔，但是他的人格修养品格。 你用什么来判断？是看他的嘴巴而已。他讲的是什么话？一有修养无？无修养无？有知识无？有智慧无？就是他的话而已嘛。吼、哦，伊讲的话嘛，注定要对唔对？所以我们发号施令，咱讲话做官员呐、啊，都、就是一定要去慎重我们的嘴巴。你要讲什么话？要。 一定要慎重，袂使凊凊彩彩讲讲的，凊凊彩讲讲的，后摆人袂甲你尊重啊，吼！啊，所以就是嘛是无无法度负责任的啊，吼！就是讲一个无责任的，不要向敌人诉说你的悲情，或者他会表面上同情你，暗中成快，即点足重要诶，足侪人足坦白对毋对？ 很坦是很好，但是你不要把你的弱点曝光。你的弱点曝光，哪一敌人呐？哈，现在不是敌人，将来是你的对手的时候，他就揭你的疮疤。你讲啊，迄、那个人都安怎都安怎？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秘密，我们不要把自己的不该讲的秘密给大家。 安尼有理无？啊，你讲讲诶，你讲吼啊，较早都捌去甲倒偌侪讲讲诶吼。诶，即、欸、摆我总捌去诶呢。啊，连讲啊，利益冲突的时候吼，人都讲来来来，我计讲，迄、那个人以前讲倒人偌侪呢。啊，你咪加衰诶。所以这些话，有些话就是不能讲，都不爱白讲得对啦吼。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拥有自己的秘密，哈啊！但是你诶做人，你诶范围，你要做诶，大家都可以坦诚，吼坦诚，不要谈到你的私事当中甲人讲，嘿，无必要，哈！所以来有很多要注意的，争争吵打架破坏堡垒，恶言破坏友谊，就是讲。 我们当一个主管，这一个领导人，绝对、绝对不要有跟人家争吵的机会，吼、哦，啥物代志拢好讲，就是未使大声，爱细声讲、啊啊啊啊啊啊。啊，细声讲安那，阮老师叫阮讲安那。啊，我讲安尼要安怎讲？啊，就像迄底唱歌戏安尼啦。我讲哈，啊，迄个，迄小妹哥用唱歌戏啊，我以前上册看歌戏个呢。 迄个我着若看全台话去，我讲啊，要讲毋讲了，爱几步，你知无？哦，因为我是领导班个吼，有很主动性吼、哦。啊，你讲一个重点，着爱一步啊，正讲迄个重点出来，我足无耐心去听个呢。啊，后来吼、哦，我为着身体要爱好好，啊，为为着欲互伊好身体吼，我开始学看歌戏好啊，你嗨啊，嗨一步两步拢无要紧，甲我讲着重点，啊，我着准煞。 啊，著、就是爱有迄个耐心啦，所以讲一定不能争吵。咱做一个主管，第一声调袂使悬啦，袂使大声，一大声著拢破坏迄个气氛去啊嘛，对毋对？所以不能跟人家争吵，吼、哦。所以讲、哦，你若有话，拢慢慢啊讲，慢慢啊讲吼，像讲块唱歌去，慢慢啊安尼讲，绝对袂冤家，对毋对？ 讲啊，有啥物代志，安尼家庭啊，好好啊讲。啊，伊呀，呵呵啊啊、听着即句，伊若讲咧大声咧讲，是慢慢啊讲，无我听无，吼、哦。所以一定不会吵架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即、這个堡垒，咱若伫办公室吼、哦，像即马安尼同事嘛，有人我嘛发现讲去去招人啊，我一点嘛是大细声有无？我细声细声。诶、欸，过路人叫是咱民政府内底迄底创啥咧，吼、那個哦？对毋对？ 反正大声吼拢无好听啦吼，啊恶言拢会破坏友谊，所以讲讲话绝对袂使有恶言啦，袂使共骂，啊袂使批评人，啊批评人吼，迄、啊那个朋友的感情就破裂去啊咧吼，你甭讲，吼、哦。我即个讲话啊一声就互死啊，迄毋是合做咬讲话，咬讲话的人吼，讲假人哥会讲你对不起呢、欸，对毋对？虽然你共骂伊个会讲，啊你讲了安尼嘛真对。 啊，毋是讲啊，一句安尼甲伊插落去死吼，安尼讲号做作后，安尼也做含慢啦、啊、吼。所以讲讲话一定要有艺术、有技巧。人人把自己视野视野的极限吼，当做世界的极限。咱即马著是讲，咱大家做台湾民政府嘅官员，视野咱毋是讲自己的视野。 咱家己看诶是遐大呢，尤其咱若是阶级动员的时候，我们要更宽广的教育，就是讲咱毋是看咱台湾即块呢，所以咱咧看到全世界，全世界都是互动的。咱即满就是地球村，地球村有所有诶，咱诶厝边，咱诶邻国，拢中。 咱昂爱去看，毋是干咱看咱即国就好啊！所以讲视野一定要宽广，莫讲哎我知影安尼，就是安尼吼。所以我们要多向别人来学习，别人懂得我们也是不懂，所以咱一定视野要宽广，不要局限讲哎、欸、啊！把你的所看，你的眼光呢，当作这個世界拢总安尼，世界足济咱看袂到。人讲活到老学到老。 对不对？嗯嗯、所以呢，咱毋捌个代志有够济，我就好啊，足济拢想爱学，学袂到。所以讲，食够了，学够够。你不要把自己所知道个讲啊，迄、那个世间我吼知毋知个吼，足少个人不见得哦，吼，很多我们都不懂得。所以讲吼，安尼到是候做自大了。 自大吼来上苍的惩罚虽慢，但一定会来。天罗恢恢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就是讲，咱即满吼做那毋到，咱未使讲人拢无看到，咱一定啊。但即满吼，古早拢讲会报后代对无？即满拢现世报足紧嘞，对毋？对？ 都马上见到，因为什么？资、欸、讯时代吼，冲击来都是非常快。所以讲，如果我们有做错事情，我们要及时来改进，因为安、啊、那哪一天一定会到来。所以讲，你绝对袂漏去啦，很少。所以尤其吼，咱家己过去咱有卖的习惯，我们要一定要把它现在从以前。 不好的，把它改掉。如果你的脸歪斜，责怪镜子也无用。就是讲，咱足够嫌别人对毋对？咱做一个官员，咱一定爱嫌家己。足济人毋对，哦，阮台南州个县长修甲偌好个呢？伊那甚物毋对，拢讲，恁拢对，拢啊我毋对，好伊定定讲即句，我讲，哎、欸、即句袂歹，拢爱甲学起来。 人若阿在争吵吼，伊拢讲，恁拢总对，毋对拢我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吼，不要常常责怪别人。足济人，足济人安尼嘛，你若是家己无正阿你拢一直讲别人，安尼意思啊。所以你要讲别人诶时，你爱家己感觉你有安尼无？阿、啊、你若无安尼，也不要常常去怪别人，吼、哦。 所以，习性的锁链开始时总是围绕不易觉察，吼，著、就是讲迄个习惯，小可家己拢无感觉，吼，拢无感觉，啊，所以讲最后最根深蒂固的无法拔除，著讲迄个习惯啊，哎、欸，带了严重啊时阵，吼。 带较重啊，吼，就无法当把处啦。所以讲小习惯，咱爱家己知影，较紧改掉，吼、哦，莫造成足大足大诶麻烦啦，吼。咱讲 B 股得，诶、欸，每个人有在上课都不会打瞌睡，啊，有的人会打瞌睡，对毋对？那是什么原因？体力不足。啊，体力不足，你就是要想为什么不会？ 别人不会打瞌睡，也许我就睡睡不好，我神经衰弱，或者我的营养不够啊！你要赶快补起来，对不对？吼！所以搞要研究，为人是太 A 啊，为人太不是不专心哦、喔。啊，你的囡仔要甲听啊，就目睭一直瞌去，是毋是有安尼？那你要研究这个原因，要怎么样来改？ 改善啊！无咱后摆若咧上班啊那，拢伫遐拄都是下用舌头咯，无对吼、哦？身体一定要照顾好。咱若身体顾无好，到时上班上袂来嘛，无彩咱即个福气吼、哦。所以身体一定要顾好啊，睡眠一定要好，要好好休息，营养要顾好啊。咱遮逐个我拢祝福恁食九百二岁，领较济咧。安尼嘛，对毋对？吼、哦！ 所以讲，一定要把这个习性，我们比较不好的地方要来改进。开始时就拢小看呢，但是你若较久严重的时候，改袂起来，安尼意思吼，来，常设陷、设阱、陷害别人的人吼，往往会被自己设陷，这个呃，他的呃所受害掉，因为。 就是讲啊，以前讲吼，借钱拢会拍家己啦，所以讲，咱在這处事的当中，绝对袂使说别人的套，咱，袂使去套别人。咱袂使讲，啊、哎。即、這个人安怎，我看了无顺眼，我就是一定用一个陷阱，甚至有的人哦、喔，吐槽吐来吐去，讲来讲去。 黑白工，吸无啊，黑白工抹乌，这有无？足侪人会嘛吼？所以绝对不能有这个习惯。咱每一个人拢亲兄弟亲姊妹，我们哪里有犯错？我们要他好好改过。敢若讲，迄拢咱的囝孙，咱敢会讲去甲伊害？绝对袂。所以咱若想要害别人，后摆啊吼，拢总害家己，即、这个意思。所以讲，不能。 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安尼意思吼，防人啦、啊、吼，因为咱家即满拢也未够圣人咧吼，所以未使害人吼。啊，预防别人会害人吼，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无味，叫作无知。即满就是讲啊，咱吼未使规工吼。 拢啥物拢毋知，头壳空空啦。啊，你若看着代志，嘛拢不在意，吼，拢不在意。啊，听嘛当做无听。其实足重要个代志，咱一定爱记记在心。心是毋是爱来改进？是毋是爱来预防？袂使悠哉悠,悠哉过日子，吼。所以讲，遮嘛像个无味，安尼叫做无的。咱即摆著是讲，即摆起，咱总动员每个人。 咱拢爱头脑体操，为即摆去咱要做官，咱着是头壳袂使空空过日子。咱逐工爱想，啊来我即步要做啥？啊即步要做啥？咱要爱做物代志？袂使佫头壳空空过日子。等有一工你去坐位的时站吼，啊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啊安尼坐无几工，啊人着叫你下台，是毋是足无采？对毋？对？所以。 头脑里面不要空空的吼，要心理准备，然后要学习。如果你今仔日我想要来好证书，我要来得证书。你以前没有很专业，你会当去恶补。每次来看，啊不，你你老朋友做迄读，你会当跟他去学习，吼。所以讲吼，我建议嘿，为人读法律嘞。 我讲你较紧去律师，还是法官诶身躯边先做一只免钱诶助理嘛，无要紧。多去学习一点你的知识，将来我们执政时候，你要做，你才做下来。啊也說，无你嘛提出来讲啊，嘛提一个学历，说我曾经做过某某人的助理，迄足重要诶吼，经验。俩讲。 经历比学历还重要哈，将来要做事的时候，拿你的文凭出来摆没有用，要看你会不会做，这最重要的哈。你那是要到时接落呀，啊叫阿母嘛无法度，对不？叫上来该到三更嘛无法度，因为我们是主管，我们要带领别人，不是别人来教我们哦吼，是我们要去教他的啊来。 知识浅薄的人哈，很快就会重复他所知道的话或是动作。你要判断一个知识该低的人，一卡讲拢讲迄几句，说来说去，老人嘛是嘛，对毋对？所以讲，你若是一尴尬嘛，拢讲同款的话，大概人家会知道你就是知识浅薄吼。所以讲吼。 袂使安尼定重复浪费时间，而且那种动作啊，不是老化，就是力气太低啦。所以讲，要判断一个人是毋是安尼，伊就是重复一直讲话。失败是期待成功的决心不够坚强。会失败，足侪人拢很多都原因，啊，拢很多原因呢。他的失败吼，拢期待成功迄阵。 决心不够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，咱要安怎执政成功？将来我们要去做，只管要做到成功，就是现在开始，你要下定决心。下定决心如果不够，你没有去用心学习，就会失败。吼、哦，所以咱他就可了哦。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会失败，对不对？嗯、咱拢会认真去学习嘛，吼。所以这个很重要，吼。这就是讲，咱只挣钱的准备，咱一定爱把所有的习惯、思想、行为全部来改变。所以讲，吼，诶，思考，诶，甜蜜是聪明啊。咱就是讲啊，咱。 每一个人一定爱有思考的能力。你若无思考的能力，啊，计划做人更聪明啊！哦，执行彻底是最聪明又最完善。就是讲，咱一定头脑一定定定去把咱的代志思考，袂代讲啊代志拢无去想，啊，清清彩彩过日子，安尼一定得。 会失败啦吼！啊，咱若是有去思考，啊，要执行，就是一定爱贴底思考好势，啊，执行爱有计划、周延啦。咱欲做啥物代志，一定爱有计划，啊，才袂去哦失败去。很聪明的人，这样是最完善。钱一定要凑齐，吼、哦。你若讲爱我做一半，无过久来无爱做啊，安尼一定会失败吼！啊，咱时间到啊吼！ 哎，多谢大家！各位各位议员，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，谢谢郭会长。我们下课休息，这节课休息二十分钟，好，四点二十再回来，好，四点二十再上课，好，谢谢。